欢迎准时收看《新南大厨》，我的亲戚盖厉害，料理大餐。欢迎观众朋友准时收看今天的《型男大主厨》。敢说我的亲戚盖厉害这样的一个主题下面会来的，大概都有半桌的能力啊。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又是龙争虎斗了。欢迎他们两位熟女代表于小平、黄雨欣带来舅妈和阿姨来喽。欢迎。哦、我们真的都能够做出不同的主题出来哈、哦，内场外场收银一手包，有没有很像外星人？你冷静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朱美华小姐，是的，美华小舅妈，小舅妈，你好，小舅妈，既然内场外场收银一手包，为什么不愿意多花两万块请一个会计的？多花两万块，本身是会计哦，是会计就快，难怪你真的曾经开过江浙馆子啊？嗯，是江浙馆，江浙菜。所以你的拿手菜随便讲了几道，给隔壁的先听一下来。别讲太多，拿手菜讲有啦，很多头，狮子头，猴抓狮子头。哦，听过吃过，料理就会做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。庄妈秋菊女士，你味觉这么敏锐哦，吃过就会做。想做就做做看，也开过馆子妈妈，对，阿姨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阿姨开过是台菜馆，嗯，台菜川菜的都有啊。哇，台菜拿手菜也说个两样来听一下，例如讲，五香米拿手菜我可别样讲，因为通通会做，我都在外面收钱。他都在收钱哦，也是收钱收钱。可是哈，我每次问他要煮什么东西，他都说啊，黑金干单呐，阿门姐的也要啊啦，啊黑金干单呐，啊黑金干单呐。麻将小天后大战我们跆拳道国手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应该有的比拼了，好吧？全武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旁边拿两道，物品的师傅请介绍。鱼香茄子、青椒牛肉，家常菜，家常到不行。你会做吗？请就位。鱼香茄子和青椒牛肉呢，是2013年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次操作，第一次操作。大概每个菜呢，一年会轮个一次两次这样子，哦。但是呢，每次做法呢，当然温故而知新。好，准备这两餐应该做什么？阿姨是。好，首先青椒牛肉呢，青椒有一股焦的那个腥味呢，一定要彻底把它拿掉，但是不要炒过了，黄了，脆口度就没有。怎么拿掉它的味道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这样讲啊。舅妈知道了，然后牛肉也不能够炒老了，请特别留意。那再来最重要，可能难度高的是鱼香茄子。鱼香的味道就是以辣豆瓣酱为主，酒酿的味道为辅。好，那你在做调味的时候，尽可能把鱼香茄子的颜色能够煮到很鲜红，但是不可以油腻。嗯，好，那辣豆瓣酱很咸哦，特别留意一下。我建议要好吃的条件，茄子的皮刨掉是最棒的。嗯，好了，内场外场一手包的舅妈跟听过吃过就会做的阿姨，现在呢把你的大姨妈带回家。好了，加油啦！八分钟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好脏哦，大家能刨这个吗？不是要刨这个吗？其实美华姐，你可以的。小平的舅妈也是很活泼哈。对啊，她是很好笑，我们是姐妹。刨已经3分钟了，怎么办？你不要慌乱，你常常在原地刨两刀，你实在有点一刀到底就好。对对啊，对。没来，没来的。你开始进入状况了，舅妈。是，舅妈有慧根。这位活泼的小舅妈。来一个。很好。有啊，你看。不错。一个切姜的朋友可以切得再利落一点，可以。其实你们也不用两个人挤在一个砧板上面了。对，我们有多一个砧板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在这边切。啊！切到我的时间。吓死我了！你不会演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演的，我谁会切啊？哎，你放心，我给不赔鬼拢夹夹。对啊，我刚差点把我的手指头，不要吓人，手指头剁下去了。姜够碎了吗？你要做哪一道菜？我就是给他那个啊，给我那个鱼香茄子。可以了 ，OK。切的还不错，比我想象好。于小平，是你的刀工比夏雨乔好。再来切蒜头，来往隔壁走，手小心哈。要过油了哈。黄雨欣算在里面，我们算很常客的。我今天来的四位的油温呢，有一点点。你每年都来啊？我希望每个月来一次。哦，可以可以。陈哥，
我赞成。要煮这么多吗？没有。有。阿姨，那你要进哦。这谁人的？那你这谁人的？阿姨要进哦，不带你去了。而且我们节目的摄影师吃不到都还递贵宾呢。啊，对对对。外面有镜头哦。好，阿基斯赶紧倒沙缸，你快啊！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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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我来赶紧倒沙缸。作弊。谁作弊？谁作弊？是作弊啦！作弊哦！还有，你们家还要吗？要茄子。好了，蛮好的，来隔壁。再多一些的。太多太多太多，太多太多。阿姨，给你兄弟，给你兄弟，直接倒。对，对对对，好。这样子回过来了哈，这样没有作弊了哈，这边也作弊了。你的做菜给你带来的乐趣是什么？我喜欢看人家吃。哦。做完之后那个成就感，是大家都来看。那你很适合养猪啊！他也在吃，这个其中最喜欢看人家吃。哎，我真的有一次，我帮我姨妈去喂猪，我好有成就感。我要应该滚了吧？这边吃 ，OK 了。那个肉里面不放粉哦，粉等一下我先把哦，先炸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你觉得油温够吗？够，所以会做菜。冷静，你冷静，一定要冷静啊！美华姐，美华出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观众有信心。是。我这样炸一下就好了。这水平喽。因为等一下还要再。今天作弊两次喽。因为等一下还要再炸一下。有。对。不然茄子很吸油。是。必要。做甘米维哦。好。然后我现在要青椒也要过，青椒也要过一下。过，过，好过。然后。我的粉糟糕，等会我们粉椒先勾起来，今天先勾起来，椒会黄掉。六，哦，三次哦，可以全部倒吗？可以可以，你还过肉不是吗？哎呦，啊，对不起啊，其实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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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忘记。其实舅妈也是个相当豪气的一个人。对。什么分钟？几分钟？你那个鱼香茄子的那个绞肉要不要先煸炒啊？对，你可以先炒。需要时间哦。我炒。这边。什么东西？你好花呢。放进哪里？放进来，放进来就好了。对。这是另外一个节目。火是不是要开？现在去哪里？你要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开火了。时间剩下四分钟。四分钟，隔壁走。你油锅撤掉，不要油锅的。你们对，我们青椒也，青椒不用炸。哦，青椒不用炸是吗？炸。乒乓乒乓，我炸我炸！这里阿姨要不要？对啊，青椒过一下会比较脆。他们呢？他们这个做法哦，应该跟他们家里面的有点不太一样。当然当然，加油哦！可以了，还要放什么？还要什么？我的酒酿，酒酿，酒酿，酒酿的。哦，有一点油哦。那个嘞，哪一个？茄子在。茄子，好，我太找不到。快点来，过虾，那我这个可以带他去炒了。那鱼香茄子好了。对。哎呦，我可以关火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后面有盘子哦。好的，按拿啦。哎，进呢？哎，其实你们看起来不错哎。时间剩下一分钟，少剩下一分钟，大姨妈非常的意外。不要吓他啦，你两个！快，囡仔，大家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小平，老婆被老你弟弟挑衅的跳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下班，老公下班了，快点！跟老公下班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人家要上吊了，上不上去啊？到此三句，我跟你说。喂，大姨妈，大姨妈，请好了，把阿姨拿起来，麻烦说点抱歉。啊，抱歉啦！来，装个水来，这参几块。给拿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边坐好了。你们为什么？来一个青椒牛肉嘛。爆掉那么多了。茄子啊，茄子心太多。可是这样子，它勾得了芡吗？现场最后十秒。哎，厉害！青椒牛肉好厉害。2013年下半年第一次做鱼香茄子青椒牛肉。我的，我的。赞，好赞。时间，我的。真的到了！现在有请阿基斯，我们示范五星级的做法，有请。到底谁的亲戚凶厉害呢？我们先来请各
更厉害的阿基师来示范喽。看阿基师为你们做示范，请。帅气。这打个帅就帅。因为于小平一直有很严重的恋父情节。对呀、啊。真帅的。全蛋液加一点酱油，加一点胡椒粉，让牛肉先有点味道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一点酱油跟酒，胡椒粉啊，咱做淡薄出腥的效果，一点牛肉粉吼，铁雕，这边先抓匀了以后，再把这个，最后才下粉，对，最后才下粉，才下标签，对，下标签，因为我标签有拿掉了，我没讲。好，现在两份都搅啊哈，那么这边拌一点点的油进来。很多对油非常谨慎的人，看到说这个肉抓腌好了之后下油，啊，这么多油，又不叫你吃，对，可是它这是一种过油而已，哎，它是带着过油这个动作，大家对油温比较没那么了解。没有，其实过油呢可以锁住食物的水分跟原味哈，它在中餐的领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呐。好，那么当然有时候现在，随着我们美食节目呢，营养观念抬头以后，当然我们中餐本身的部分针对食用油呢，也增加了很多的禁忌了。那但是我们讲观众朋友讲，你安怎想想过就好啊。但是你无经过这个油哦，你讲桥啊无经过油直接炒，无遐紧嫩啊。啊，而且真紧乌呢。摸不着。啊，你甜度我无遐够。这讲也摸不着。摸不着。茄子搞了我好久啊！搞了你很久，搞了我很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切了半天，真的蛮久的，超快的。对啊，对油不了解的，还是过油的油温掌握的问题。对，不了解那油温要多少，对。而且茄子这种，直接就是一个海绵体啊，基本上超吸油的，吸油吸惨了，油温只要不对就完了。对，也没错。是要跟肉丝差不多大小？哎，对，跟肉一致就好。稍微比肉大一点，哎，小一点点啦，因为肉会萎缩啊。茄子到底下去的油温到底要多少比较好？哎，150度。150。时间呢？要不要一个30秒？要，40秒钟左右。不是，太细炸溜筋了。细炸溜筋。对。阿姨是在刚开路以前，先把那个高汤先预热了，就不会因为待会放了冷水，又温度又降下来。他才能，因为快炒菜就是一口气烧到底，因为又不能降。炒菜最伤脑筋的就是，像詹姆斯老师也一直在讲啊，锅气啊。你锅气上来的时候，你如果弄一个冷水下来，你把温度拉低了，你怎么去炒它？它锅气上不来。嗯。锅气不到，那菜吃起来香味差很多。它都浸浸啊，咱台湾都讲的浸浸啊。浸浸。对呀。浸浸。不踏实。不踏实。哦，浸浸。哦，浸浸。调味料先调好哈。什么的调味料？炒牛肉的调味料。哦，炒牛肉调味料先调。来，这一点点的汤啊。然后这边有一点点蚝油进来。蚝油跟高汤。对。蚝油跟高汤。酱油。酱油跟蚝油的香味是不一样的啊，不一样的，一个咸一个鲜，一个咸一个鲜。好，那么说得好，打一点点的这一个勾芡的淀粉，这两个菜都适合有点芡的哈，薄芡，只是带动它的一个湿滑度了，但是不会让你感觉焦锅味啊那啦。好啊，你这打行弄长毛后你就。不会手忙脚乱，你都给切了个饼饼嘞，啊，炒炒的都好啊，饼饼，丢丢丢丢丢丢，茄子试一下油温，这么高对不对？茄子先来，这个温度到156了已经，有，你都要滴滴给它拉，不要静置，然后搅，嘿，因为油啊已经低了，你不断的去搅拌它的时候，每一根茄子受热的面就很均衡，颜色也漂亮。阿拉伯伊香桃点跟搅的面呢已经变得安怎？环欧，环欧去啊。啊，我今嘛甲勾起来，勾起来。哦，好漂亮哦，还是薯条哦。对呀、啊。那么出来以后，咱就甲放在遮。你若惊讲咱家己煎油的功夫无遐熟练的时阵，油啊甲背好开，好滴油就好啊。好，安尼就无问题啊吼。啊，今嘛过来，这个煎过桥啊以后，这个牛肉放落来吼。啊，牛肉放落来，你先试啦。你若万一若感觉讲这个油温真高哦。
温度有够，火先紧掉。哦，关火。而且袂结规完啦。快拉开。哎，对对。伊也都拉开啊。对不？你看啊，我过油以后，这牛肉真清气啊。我即摆落来才六七秒钟的时间。好漂亮。那么干净。对不？过来。辣椒也要过油，过了油以后，先注意看水啦。下去的时间3秒钟，这么快？就这么快，漂亮。这样它的那个青那个青菜味就跑掉了。对对，气味都无去啊，又金又金嘛，啊，够多啊，好食。来，这牛肉丝你看，还搁了出血水呢，吼。有。有哦。后来啊，我今嘛甲放到顶，来葱姜蒜进来，稍微炒热一下。饼一定爱捏啦，饼无捏，你物件落去芳味差袂起。好，啊，即马饼捏啦吼。来油滴落去。好漂亮。好快哦。于是，酱油、蚝油和一点胡椒，对不对？酱油、蚝油和一点胡椒。然后加一点粉。好了耶！好了，我刚刚炒了它大概5倍的时间。对啊，你把注意看哦，鱼香茄子很重要哦。你把油啊，恁头都拢炒无开啊吼，咱放淡薄油。要放油，刚刚没放油。放淡薄油哦，这个剁剁的吼，你这边先做好它整个分散的动作，你再落去炒就好啊。那刚刚大概两边都是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，把拢炒袂开啦。炒袂开也紧张对不？啊，就是想讲啊，油放较济较好炒。迄个时阵油放落来，油拢食袂入去啦。结果你叫我，我无处理好势，你当然超多油。你规定出来就是拢是油啊。1+1=2的油。哎，对。好，咱这把油淡薄个流开了啊，你即马真好炒啊。有无？安尼规个都拢散去啊嘛。这个步骤蛮重要的。对对。把绞肉给炒香了。对对。就开了。鱼香茄子会有一个加水把肉汁煸煮出来的动作吗？有，把它微煮出来的效果。微煮出来以后，再放茄子去收汁焖一下就好。压压就是。那最重要的一个要提醒一下，就是酒酿本身有甜，所以我刚刚非常担心阿姨那边你坑下点疼哦，给我吃在做冰一点啦。好。我淡薄油这个黄椒把油啊，是不是会当一个青菜的生意啊？好快就炒好了，对不对？好来，那现在辣豆板进来，这一定要先炒过，一大汤匙就好了。哦，门盖接吼，这足咸的啊。好，蒜末、姜末进来。啊，你好啊，以后呢，慢慢咱煮看，咱都加肉汤喝落来。哦。我小滚一下，迄个肉油啊，淀粉都出来。啊，即马放一点点的酒酿，莫上在这真甜啊！哦，然后淡薄豆油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安尼就好啊，吼！你来看我今天的鸡肉，即马啊，还有油哎。有，怎么没有？还是有油。所以我们尽可能去缩短这边有油的这个效果，哈。好了，那进来。然后就一口气烧到底，最后再调味就可以。对，其实也不必怎么调味了，就稍微调好了。这边的味道几乎大概都会够的。哦，好不齐。好满意的吗？这个整个的味道都是原味哦。一切就好了。好香哦。这时候的茄子是，我们看各家自己的口感，要时间长短是看各家人。哦，没有，只要做到入口即化就可以了。OK。哦，所以还算有一点时间的。对。但是因为刚过油，所以它比较容易软烂。对，没错，而且它的甜度保持在里面。来，我今嘛加淡薄，我淡薄坑一点吗？大豆板酱，我的表示说我感觉伊伤咸嘞，所以我即马掺淡薄糖咯。但是这个代志，袂让你挨顶啦，就是压，让它咸度的丰厚度更大一点而已哈。不会让死咸哈。黑娜。勾芡，一点点的薄芡。那8正经。哇，所以呢？好，那么收紧了以后，葱花进来。
笑的要记得下锅边处。啊？为什么？让它有一点点微酸。啊！你的耐吃啊。对。鱼香茄子青椒牛肉完成。漂亮哦！哇，不油哎，一点油完全不油。马上就会知道大家今天表现如何了。来，把这个拿起来。青椒牛肉，请品尝。哦，好嫩哦！好嫩哦！嫩到不行，好嫩哦！太好吃了。阿姨吃的肉好香哦。嗯嗯。马上就要看看我们两边谁的亲戚盖会煮。嗯。我们先吃。先吃我们大姨妈的。我说牛肉真的很难掌握哎，炒烧一久就老了，但是味道调的不错。大家吃这边的来。嗯，太赞了。那就是鱼香茄子来，快，想要进攻茄子。好好吃哦！哇！好吃哦！好好好！冷静冷静！反过来，先吃你们的茄子。好。秀妈做过这道菜吗？第一次。第一次这样子不错哎。来对面。刚刚油太多，我把它全部都沥掉了。对，怕太油。嗯，对啊。哎，可是味道不错哎。真的。嗯。八分钟两道菜，通力合作之后，谁的是舅妈厉害还是姨妈厉害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对，是大幅度的胜出还是险胜呢？味道不够，其实就只差味道。对，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舅妈在家里都煮超咸，超一直跟我说，我说你今天不要煮那么多那么咸，我怕他们不吃太咸。结果真的以我平常的口味的话是那种口味。他跟我说，因为不要太咸，不要太咸。因为其实今天这两道菜，如果说舅妈来做，是刚好符合你的味道。对，你就照你平常的方法去做，因为鱼香茄子它油脂本身很多，如果你味道不重，它会显得很油腻。嗯，那个油，对，会让你觉得不舒服。所以你其实做菜，就完，待会还有一个回合，就不要再听小明怎么讲，就不要放在肚子那里，相信自己。因为我口味比较重，他们一直提醒我少点，没有关系，照你正常做就好了。哦，可惜了，我也只是因为味道调不到位，是不是？阿金是总结，味道调不到位了，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。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卖钱的话，客人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师傅，您的菜肴味道不到位。”对啊，你解释什么都没办法熬过来。我们没办法说：“哎，现在走养生了，现在怎么样？”因为他吃的不开心嘛，肉再嫩都没用，没有用。调味其实该到位还是要到位。嗯，当然今天还好，我们没有带饭的。如果有带饭的话，根本没有办法下入口。对，哦，所以公鸡这样其实都很好了。嗯，只是站在五星级要求的时候。会特别的有一点挑剔，做个参考啊，是做个参考。2-0再次领先，恭喜，好棒！第二阶段有三票，是有可能逆转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像我们今天打四将，输了三将，最后一将再逆转回来，对，我昨天又是这样。我最最冷静，好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自摸个碰，好，冷静，冷静。自摸碰碰苦，真假的，对呀，冷静，冷静，三万块四十台，好，可以了，快，我要止痒，快点，录完。第二阶段很难，第二阶段因为你们都会做，所以比较难，是现学现卖的部分，看到什么就要做，而且要做的一模一样，对，秉承师傅的现学现卖就会。光菜这个菜呢，叫你们自己变，搞不好也会变出另外一种菜来。对。可是菜名叫什么？吴秉承师傅。今天来做一个蚝油蔬菜碗。它长得是这个样。请看。哇，漂亮哦！我们的现学现卖就是呢，现听现做，能做到跟它一样，味道跟它差不多，你们就赢了。嗯。所以这个不难吧？嗯。哎，不难。这个阶段有三票，你们只要再得一票就赢了。很难呢。有一分钟，听好哦，他讲一分钟哦。嗯。这一分钟有重点的哦，是计时开始。
好，来，那绞肉的部分，我们今天用的是我们市面上买的绞肉，所以你再稍微再多吸一点点。那里面这些蔬菜料有香菇啦，有姜，有洋葱，有红萝卜，这个都帮你们切好的个头大小。那你可以放一点那个米酒，然后白胡椒粉，然后一点点的酱油，然后带点糖，然后去做腌制的动作。那记得要打一点水进去，好，要打，那你的肉质它才会有水分。那后面的部分你打完之后再加点香油，然后那边有一个莲藕粉，莲藕粉的话你就放到两大匙进去，好，那其他留下来后面是腌制的部分。对，酱料的部分以蚝油为主。哦，那今天比较特别就是有一个红枣片，那红枣片是代表甜度，哦，用这个甜度去带，那不要那个整个的一个甜度，你甜度跟咸度要把它抓好，所以就是外面在煨的这个水分的一个比例，要不要炸？这个要。那丸子需要去炸，所以丸子不要捏太个头太大，那记得丸子的一个拿捏度要好。好，油温在100度下油，啊，丸子快要炸开了，停手。现在可以问吗？不行，现在不能问。中间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有30秒钟，请你给我问。哦，可以问30秒，大概就38-39不离10了。哦，方向也不会自己偏太多。加油，要逆转哦，发挥你的麻将小天后的精神。套牌虎是吗？你来来来，你搞错牌了你，你只要麻将就停不下来了啦。我们从于小平这边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舅妈，来姨妈，准备就位。来，请就位。10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刚刚吴师傅有说那个肉要先怎么样？啊，对对对，肉要先怎么样？剁一下。好。请你不要紧张啊，把你做狮子头的那个元素把它抓出来。应该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是，吴师傅说有放4样东西在那个绞肉。2、3。还有什么？蚝油，蚝油。不能这样子，你们干什么？合唱团。合音。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加。菜。胡椒粉，胡椒粉。芹菜里面要加什么？油，还有零点油，还有盐。对。我要开。要打开哦。加油了，隔壁走。要用那个过一过。好。放一点点水。还要拿鱼哦。时间剩下7分钟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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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打算捏不紧会炸开。哦，真的。那我连再上一点点。还没，先把它弄匀了再说。那个料跟肉还没有匀。粉都是最后下的。最后下。粉都是最后下的，谢谢。都要调味调好再下。水哥真的改好多，以前要红杜拉斯在的话就趴下去。告诉你最后下听不懂啊。还有你们还会说谢谢。有没有需要问问题？哎，要不要问？要不要金马？这个文要不要说还是怎么样？金马朋友，好，牌子拿着，一起讲出来。刚才共来107，请你给我问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要问的是接下来往下做，还是说现在有什么问题？这个等下计时开始。这个弄起来以后，那个莲藕粉是干的。来，你的调味料跟酱料什么都拌好之后，把它打均匀之后，再拌莲藕粉。再拌莲藕粉，给它拌均匀。帮你这手有点稠度，那稠度之后呢？你香油加了没？加了。好，加了。那你稠度之后，你就把它捏成小丸子。好，那记得捏小丸子起来之后，稍微手晃一下，尽量把空气打掉。打掉之后就下油锅，油锅大概在160度下油锅。那这个是？那这个等一下用另外一个炒锅，用香油把它炒香，炒香之后再放那个蚝油，蚝油完之后就加点米酒跟水。米酒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隔壁这边请。你们的进度比他们稍微快一点。问问题吗？要不要问？要不要问？趁还没炸之前先问。因为有关系要取油温啊。我的牌子。你刚刚听的是要听油要很多细节了。107，请你给我问。好，问什么？计时。请问这要怎么弄？那个其实你可以用手抓，你会手感不好的话，你可以用汤匙。要用什么？再用什么？那莲藕粉刚有拌了吗？有拌了，一点点。那你要抓到有粘稠度，那个汤整个会发起。现在大概有多少莲藕粉？先这样子。你至少那边还要再一半进来。油温呢？油温160下油锅。油160度。好。那记得丸子进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旁边一个去捞，颜色才会一致。哦，好。要过色，像刚刚那个过那个有没有？还有什么问题？茄子要过色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待会这边下香油，先下香油，要赶快。它每一颗大小要一样哦。它有点圆柱。颜色要均匀。哎，对。
对对对对对，已经好了，再完全可以再大一点点。所以颜色过深的，你可以先拿起来。看还要这样个月哈，大家再继续加。对对。好，隔壁走。很好，你只要不要让他们连在一起就好。嗯，让他们颜色均匀。所以就是现在责任全部在我身上就对了。一直都是的，是这个意思没错。哦，你是 key man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你是 key man 呢？不要粘在一起。对的。不会啊。下来的肉，我还不要让它结在一起就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滴，加加了。累了，走累了，累了，走累了。你好忙，你手上拿了三个东西。对，我觉得哎，我怎么会搞得自己这么忙啊？对，相对好了。哎，小猫怎么跟了一个小跟屁虫？哎，你把它弄破。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你的姨妈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，就把其他东西给它拨开来给它隔。刚刚原本是有顺序的，但是一瞬间没有顺序了，它跑过来。走，看隔壁走走。来，对，漂亮啊，有商业价值。真的耶，好美哦。对，跑，而且很会跑色哦。对啊。你今天学会最多就是跑色。是。鞋子要跑色，肉丸也要跑色。嗯。跑得很美。一定要，这样输了很丢脸。不要这样想。说他只怕回去被雅萍姐刁而已。对。说汉服美少女阿姨啊。你今天输的是大姨妈，又不是别人，对不对？你这要是输夏雨乔的话，那你真的是夏雨猪了。你说爸妈吗？砍头。用香油炒这个红枣片啊。对啊，然后再把蚝油加进去。现在已经最大的了。好，啊，一样还是蚝。蚝油是全放，还要跑，还要跑。加油加油！蚝油全放哦，这些水汽，它里面的水分开始往外。那需要加点水吗？这泡泡都是水汽，你知道哈？会焦掉，这个好，这个要放里面。很鲜呐！放里面会焦。那怎么办？加水啊！加水！赶快放水！谁？哎呦，我们有点开水。开水啊！赶快放水，不然来浇。稍微搭，稍微搭。让我糟糕了。我每次都是当破坏者。不会不会，别这么说。让它水。好，让这边走。这边的丸子多好多哈，对啊，它比较小颗，比较有大有小，而且比较扎实。小颗比较好吃啊，小颗好吃哦，比较容易熟啊。时间剩下一分钟，妈呀，修油了，来不及，可以尝尝它的味道。哎呀，妈你过，还气假姐不？不要慌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哦，你摆盘很漂亮哎，那谢谢。就是长得跟吴师傅不太一样。我的花比较大，尽量往内缩一点。他已经摆花摆到门外去。对，门外。剩下最后三十秒。三十秒，可以围起来哦。来往隔壁来，看味道。收干一点吗？试味到了吗？有，我有试。这边还蛮像的耶，可以，可以再像摇匀，摇匀了，摇匀是味道吗？又有汤的是味道。小平现在在整排子，在帮我在那个摆青菜。你要排的跟那个吴师傅不太一样。我不知道，是不要弄的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是怎么排的吗？完全不一样，你有吗？这怎么排的？是香油吗？倒数十秒，好，然后出再玩。时间到，完成。你就看了半天，我看不懂他怎么排的。他不是过来，他不是斜一个叠嘛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两道这叫蚝油蔬菜丸。嗯，经过了师傅的介绍呢，大家做出来是这个样子的，看谁最像最好吃，好不好？逆转胜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先吃一下师傅所带来的这道蚝油蔬菜丸子。嗯，好淘气的菜啊。蚝油跟红枣好搭哦，对啊，很好吃哎。刚才你们赢，先吃你们的，好吧？嗯，哎，不错啊。这些酱锅不难吃啊，很好吃哎。嗯，于小平和他舅妈的来，很好，满意吗？怎么？还好，不错啊，蛮好吃，还不错哎。我觉得我们的肉比较嫩一点，比较比他们的。
紧实，他们比较松松紧。他们只要再得一票就赢了，这道菜只要再得一票，但若被逆转，你不要北风北又来一个，也符合三立的戏剧的特色。冷静，三二，准备，蚝油蔬菜版获胜是一、二、三，准备。先从詹姆斯先来，调味的部分两边都没有问题，都调差不多好。哦，那可惜姨妈这边呢，你再下去炸的时候，首先你的捏的时候不是扎实，没有稍微拍打过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油温一直没有拉起来，所以你这个丸子里面是含了一些油脂在里面，夹得太硬了。那那边很明显的吃起来，外面是有点咬劲的，里面是软嫩的，所以吃起来很明显。这个做的，完全都是我做的。那其实两边的酱汁都做得很好哦。那再来就是丸子的这个所谓的口感的这个扎实性哦，那包括卖相，所以两个盘子端出来之后，大家觉得哎，你这个丸子怎么做的那么漂亮哦？所以每个比例，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像我们在做汉堡肉一样啊，或者做狮子头，你绝对要把这个里面的空气打掉，顺便做个塑形。那塑形进去之后呢，炸的人在这个拌的过程也很重要。哦，那这边的部分，我看他拿一次汤匙，就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。我们在所说的在跑色，在跑色。其实他一直在滚动这个丸子，那它整个的扎实性也好，炸起来的整个圆弧度会更好。啊，就是总结，整个的造型跟调味的密合度来讲，这边着实是稍微比那边略高一筹，哦，略高一筹。那今天我会投分数投到这是。枣子本身香味在表达的时候非常的明确，而且放到嘴巴里面煮嚼的时候，它是柔滑当中带紧实，还有一点 QQ 的，那么味道十足。那当然阿姨今天这边稍微可惜了，可能没做过丸子哈，刚开始手有一点点不是很协调，不是很协调，不要紧了，因为每一个人总是有他自己的强项了。我妈妈阿姨这边也做丸子，行了，阿姨如果像小林一样常打牌哈，你就会腻了。好巧啊！所以如果说我这边给个建议，舅妈这儿呢，早晨你改天呢放一些多一点的葡萄干进来去微烧的话，你可以塑造一个葡萄丸子，就更入味。好的，对，更入味。葡萄丸子，葡萄味也很香啊，很香。然后起锅弄一点葡萄酒去做提味的话，哎呦，功德圆满了。酱汁高外调点红酒在里面的啊，对对对，没错，非常好，3-2逆转胜。来来来，舅妈来，各位来。今天呢，他们逆转胜，总裁会拿到一本书，叫做《逆境》哦，逆境哦，厉害了。来来来，舅妈来，来谢谢，来多多指教，谢谢你，逆转胜前面。第一阶段呢是0分呐，对不对？当时人处在逆境当中啊，逆境就特别能够感受到合作的可贵，对不对？这两个人呢其实很感动啊，他们呢真的有一种真的不能输的压力。但是那边呢其实以逸待劳哦，其实也没有占到什么好处。我觉得以大姨妈这个的水平啊，下次我跟你讲，我就派个软柿子好不好？你帮我们修理一下宝妈她。锐气，希望你们呢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祝全国所有上上下下所有的情侣嘉宾天天都幸福，晚安各位，谢谢。四大名嘴来抢锅，吴秉承超绵密虾饼，而华干却吃不到，你怎么看？第一道塔香曼波鱼棍，第二样。鲜虾起司煎饼，黑胡椒、紫萝丝，然后水进来搓的时候，你的马铃薯会产生淀粉质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搓到均匀。好慢哦！要翻面吗？有，要翻面。哇！好厉害哦！它是那个马铃薯的那个软绵，然后搭配上鲑鱼软的咸香，好了，不要讲了啦，搭配听不下去。
五星级乐眼大赏，阿基师首度尝试客家风味牛排，可再不是蒙特楼岩呈现异国风情。菜品的辣味番茄牛排，肉的部分我们先用蒙特楼岩，它里面有洋葱蒜多。其实我最期待的是这道菜，牛排我吃很多，这个牛排能够入味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可以看它里面的熟度。哇，什么菜？客家风的牛排，三大匙的香油下锅，黑萝卜呢，我也是大概三大匙的量，再带一点点的马铃薯泥。那寿司要吃自己淋多少上多少，好特别哦！第一次这样吃牛排。现在剩什么？两个锅，对，这两套啊。我看你身上有两个地瓜，你闪得掉吗？不要，我的